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李佳蓉。最重视的节日就是每一天啊，因为我开心，所以每天都是节日。我不会做菜，但我交过男朋友都会做菜。我会跟比自己矮的男生拍拖，也会跟比自己高男生拍拖，因为我眼中看不到身高和长相的区别。如果回到家看到我的男朋友正在看 A 片的话，我想说，哎，你是不是想我？我是非常喜欢旅游的一个人，我几乎每年都会去很多很多地方。我希望再过2-3年就可以旅游全世界。最打动我的话的，其中有一句就是，我好想把你放到我的口袋里，因为怕你化掉。如果女生跟我表白的话，我就说，你很漂亮啊，因为经常会有女生跟我表白啊，我也很喜欢你。我喜欢的类型，我要男朋友类型，当然会做菜不重要了，就是最重要，他是要很疼我，很疼我，然后人是很善良的人。如果想看到更多我的拍摄花絮，请大家一定要关注 Bubble 的 YouTube channel and Facebook。Bubble Channel。